父皇，昨晚都是儿臣的错，一切罪过都由儿臣承担。恒儿，你说什么呢？朕还没死，你就对太子做出手足相残之事，朕错看了你。儿臣没有，你现在又说没有，那你告诉朕。 你昨天晚上到底去了哪儿？儿臣知错了，把李恒带下，面壁7日，发配边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 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皇上。